家下午好。应该听出来了，我现在嗓子是哑的，然后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加了一个轻颜的滤镜，就有一点点那么妆容在脸上吧。但是我其实自己是没有化妆的，我现在非常的憔悴，生病了，嗓子累了，嗓子都哑了。然后现在在上课，现在是下午的第二小节课，然后一会儿下了课，我要去就拍照，就不是拍照，是给我们班的人拍照，因为我们班今天下午要拍一个合唱视频，然后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，所以我要给他们拍照。我现在好饿，我好想吃点零食什么的，但是我今天忘记带我的能量棒了，我今天只带了巧克力，我又不太敢吃，我怕长胖，因为我的能量棒是那种低脂的能量棒，所以平时就比较敢吃一点，但是巧克力就不太敢吃，因为天气变冷了，最近要贴秋膘了。今天晚上的夜宵已经不能算晚餐了，是夜宵。这个是我刚刚买的那个捞面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吃。刚尝了一口，是那种咪咪的味道，就那个咪咪虾条。然后我就拆了一包那个豆角，是我最近特别爱吃的，是这个。然后是刚刚路边买的益阳麻辣烫，路边摊，就后门特别好吃的一个麻辣烫路边摊。然后这个是今天下午跟你们说的那个营养棒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味道。然后我刚刚晚上收拾东西的时候饿了，然后忍不住吃了一半。然后它的口感是那种酥酥的，脆脆酥酥的燕麦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吃的东西。下午好，因为今天一天没课，然后我把我的一整个上午都睡过去了，然后现在还没吃早饭，没吃午饭，刚刚起床，洗完头，洗完澡。我要说什么？我今天没什么计划，今天准备在家把家稍微收拾一下，然后一会儿去我的寝室。把我买了有一年还没有用过的锅给拿来，就是一个集煎炸炒蒸煮为一身的一个用电的锅。化个妆吧，先化个妆，今天化一个淡妆。安热沙的防晒霜配，不是防晒霜，防晒啫喱。这个真的太多了，我感觉根本用不完，我用到明年，可能要用到明年。我现在都已经直接把它当那种当隔离在用了。接下来是气垫，气垫是完美日记的
光感持妆气垫霜，看这个金光闪闪的壳，我的是 B01， 因为我是，因为我是暖皮，我是黄一白 ，B01 是黄一白，然后 P00 好像是那个冷一白，粉一白，对，粉一白。这边是上了，这边是没上。这边是刚刚上了，这边是没上。嗯，这下还不错。然后照镜子的话，没什么妆感。像湖南的话，现在已经开始换季了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就有穿短袖的，有穿长袖的，有穿毛衣的，有穿卫衣的。因为我昨天就是穿的毛衣。就我天气说冷不冷，说热不热的，就换季很难受。然后我之前粉底液，这粉底液我嫌太麻烦了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最近素颜了很久，像现在这样想化个淡妆什么的话，用气垫就方便很多。对不起，我的 flag 又破掉了，我还是重拾了气垫。我之前说再也不用气垫的。Hello， 我是 Hello Kitty。看到那束光没有？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？你的视线是亮切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我逆着光。我现在要开始收拾我的快递跟快递盒子了，啊，心态崩了。看，这都是朕打下的江山，哎呀。还剩一个新快递，上次还没到，然后这个是昨天新拿的。一张明信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是擦视频。这个其实我已经拆开看过一次了，但是为了再让你们看一次，然后我就假装没有拆过的样子，这个是一个国内的原创设计品牌，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梵高系列。这个是星空手链，这个是星空项链，都是那种贝母板加亚克力材质的。这次没有念错，是亚克力。这两个刚好可以凑一套，
就它这种定制的纹理超美。那你看着这个蓝色的纹理，就可以想到那个梵高的名画《星空》，流动的夜空加层层铺开的点点星光，就很有意境。这个是月牙手链，这个是永生花的耳夹。因为我没有耳洞，所以我就只能买耳夹了。它这个永生花的材质还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一朵花的脉络跟纹理，是念脉络吧？而其实我更喜欢另外一个太阳花，但是太阳花它只有耳钉还是耳环，然后没有耳夹，所以我就忍痛放弃，只能选这个。其实这个也很好看啊，这两个也是刚好凑一套，就白白一个，纯洁无瑕。我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它戴上了。我天哪，自己戴项链、手链什么的也太难了吧！我现在要出门去买一个盆，然后买一些可以放在家里的零食之类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想要买什么，但是我化了妆，我就想出门一趟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已经是12点了。悔恨，我现在心里只有悔恨两个字。昨天熬夜了，然后后来后半夜看小说还看哭了。你看我眼睛这肿的，我双眼皮肿的比眼睛还宽了，我真服了。熬夜对身体不好，建议通宵。我刚刚洗了一个澡，然后今天因为起得比较晚，洗完澡已经比较晚了，来不及化妆了。可是我的眼睛还没有恢复正常，好烦呐。我戴一副美瞳吧，把眼睛撑大一点，然后显得自然一点。然后就不化妆了，一会儿涂个口红就出门了，时间有点赶。美瞳依然是 C 的石瞳，这个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基本用的美瞳都是 C 的石瞳的。然后这个是青蓝绿，这个是甜金粉，两个都是联名款。我今天不化妆的话就用粉的吧，粉的自然一点。出门啦，好像双眼皮没有看起来刚刚那么奇怪了。双眼皮戴上美瞳就恢复正常了。就戴了这个美瞳以后，怎么感觉自己看起来这么楚楚可怜，就很无辜的样子，像是那种
那种泫然欲泣的小狗眼，那种小狗狗的眼睛。前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生病了，然后请了两天假，去把假条给补上。还有什么其他青菜吗？